各位台艺大电影系的同学，你们好，恭喜你们要毕业了。那毕业就代表着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正式要走入这个产业，来从事电影创作的工作。大家都知道，电影是一条很辛苦的路，但是你们已经有热情，让你们完成学业。我相信你们一定都有热情，让你们开始创作。那创作之后要抱着什么样的精神呢？也许就像你们这次毕业展的主题，就要继续活动吧。这条路不是一个一飞冲天的路，它是必须经过很多的挫折、很多的尝试。所以不管未来在这个行业碰到什么困难，希望记住你们毕业典礼的主题，然后勇敢的继续奋斗。